还有媒体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杨导。杨导，真的，终于的终于哦，这个杨丞琳的第十张专辑当中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首主打歌《单》。所以杨导，请问一下，在指导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潜规则？其实在我的演艺生涯当中是真的没有发生过这个东西。我是说你对于我们的女主角，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万万没有想到在我做导演的时候这件事发生了。对对，你竭尽所能的吃我们女主角的豆腐。不是，我在疼爱她疼惜。对，我觉得自己做导演以后就会更能够去体贴演员。是对，因为我知道当演员辛苦在哪，或者是怎么沟通是最好最适合他们的。是，所以自己在导戏的过程之中就会百般的呵护。对对，当然因为她是我的好姐妹，所以我邀请她，她又这样子不计酬劳，不管工作时数，是，我就更觉得我要服侍她直到最后。对，我也是耶，我主持你的我都不计酬劳。真的，今天记得不要给他酬劳。OK， 今天不算哈，我说下一次哈。所以呢，而且在里面呢，我们待会儿让大家看到的花絮哦，也先来问一下杨丞琳，你是一个很严格跟很机车、很固执的导演吗？还是你会随着演员想要呈现的自己的创作方式，可以跟演员有不一样的沟通呢？其实一开始我当然会试着想要把自己，如果是我演这个角色的话，我要怎么呈现？但是我发现真的每个人有自己的表演方法，所以当我看到阿萨他的表演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哎，我一开始会想要试着去改变他的节奏，或者是可能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想要去控制他。但是后来我认为应该要去截取演员他们自己表演里面的优点，然后把这优点再继续强加下去。所以我认为我算是还蛮会懂得怎么样就是做一个结合，然后又呈现出自己想呈现的东西。对，我们在因为所有的朋友们都已经看过单这支 MV 了嘛，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就是阿萨跟这个杨导在我们的拍摄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有趣的这个漏网花絮哦。我们也邀请杨导还要邀请现场的好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很可爱的花絮。去吧，走走走走走走，你不断的都在走走走，所以你真的是这么傲娇的导演？他们不尊重我啊。可是，所以你常在现场出手冷箭，对不对？什么意思啊？就是严格规定不准朋友来探班。我那天对啊，结果没有人来了。就真的，我们的朋友，然后其中还有阿萨的干儿子，是对，就是一家四口要来探班，还有另外一个不方便说的一个朋友，偶像级的朋友，然后全部都被我规定说，你们硬要来的话，那就是在中午吧。然后他们都觉得太早了。而且场地又在山上，所以最后他们就都不来了。对，然后自以为说来探班人家会带点吃的来，就不吃中午便当，跟不晚上也不吃，就没想到没有朋友来带吃的，因为还演员饿一整天。好的，当导演是杨丞琳的第一次挑战哦，我们可以要在里面跟这个阿萨的互动。我们刚刚播的是好玩的花絮，但是在引导阿萨情绪的时候，我觉得这导演做得很称职，尤其看到我们这个大背板上呈现这个感觉，那一刻阿萨完全做到了你想要他呈现的那种落寞孤单，对吗？其实有一段是摄影师没有拍到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进入一个这么个人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演员是需要安静的，所以我是自己到他的休息室，然后把所有工作人员都支开，当然也不可能有摄影机在拍，然后就去引导他，至少我们把欢乐的气氛压下来，然后让他不管我引导的东西会不会让他哭或是痛，但我相信这样引导之下他的人会沉下来。是，所以之后我们再进入片场之后，就我觉得一定会很快速的让他有那样的感觉，而且我也还蛮严格禁止大家保持安静跟他保持距离的。可是最关键的是你啊，那是刚刚那些，拜托我，如果我是一个这么随便闹的人，他不会有呈现出大家现在看到单 MV 的那个样子。是，所以杨导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导演哦。当然，特别准备了这个导演的百宝锦囊来到现场。这是摩托车吗？怎么不是？哎，群众演员的时候需要啊。来，点手边下方。好，正中间。
好，右手边下方。把那个大师兄拿起来，否则打过去。大师兄，好。拿侧的，要知道的。对，平放就好了，平放就好。好，来正中间。小猪也做过、啊。有金整组。没有人会拿这个啊。啊、还是你拿打板呢？打板，这是场记做的事情。你看吧，我就说你们会被杨导骂吗？导演怎么不会拿？对，导演就站着，导演就出一张嘴。哎，导演看一下这边。哎，哎呀，你直接叫导演看这边。谢谢，谢谢。这边，导演看中间。中间，好，导演右手边。导演来一个 pose 好吗？导演的 pose。导演可以换另外一边，你看大家突然变好客气啊！好尊重我，好开心哦！导演坐上去吧，走上去了。好，来导演正中间。对，谢谢。中间，上面这里，来上面这里，中间。好，杨导中间。中间下面。好，杨导左下方。左边，左边，来左边。对，左边，最左边下方。好，我们除了特别准备了哦，这个。导演所需要的百宝锦囊一些状态即就是即兴加进去，就像那个 TOK 蹦那一段是吗？对啊，其实这个椅子真的让我不知道我到底要整个坐起来是就像那个 TOK 蹦部分是因为我在旋转好吧，你想象好难做，我就靠着好了。对，你靠着好。好，就是贴 OK 绷那一段，是因为阿萨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在他的饭店大跌倒，嗯，对，然后他就整个擦伤，然后他一见到我，第一件事就跟我讲，说他跌倒了，然后我就觉得太好了，因为虽然我会觉得，好像在那边涂伤口是，就是一般就是比较可怜兮兮的 MV 会出现的一些老套，但是因为演员真实的受伤了，我就觉得。既然都已经这么自然的发生了，就更应该要把这个放进去。对，而且更你们知道导演要很残酷，对人家生活里面的痛，他把他你知道开心的视为他创作的一部分。我刚刚你已经迈出第一步了。其实我刚刚看到我还是会心疼，因为这我现在要讲的部分是大家不晓得的，就是我安慰完他之后，其实我没有让他停，我嘴巴是跟他说。没事了，没事了，对不对？但我感觉，其实有时候人在被安慰的时候，会哭得更惨。嗯。然后我一跟他说没事了以后，我就在他耳边说不要停。我说不要停以后，我就立刻叫那个摄影师过来，然后他赶快过来拍，然后拍到我觉得够了，我就说 OK， 好，真的可以了，收工这样。其实这是大家不知道的，我觉得导演真的很残忍，像他跑步。播出是一点点，我叫他跑，他真是他后来跑到要洗一个澡才有办法接下来拍，因为跑太久，真的。可是这就是导演必须让演员能够充分的在这个作品当中发挥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对吗？对，往往导演必须要把演中间第二排的位置，好，比个赞，好像在推荐。好，我们来，我们靠近来正中间。真的，我们在这个只是看手机的屏幕，或者是看电视，跟看到大荧幕播出的单，真的感觉不一样哦，就会更深刻的，也是更强化了里面很多的情绪。来正中间，正中间，好，来两位这边哦，这边。左边好，最左边的地方，谢谢。来左边一下，左边。左边下面。来，麻烦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待会儿我们就在这个背板前接受电子媒体帮我们的访问哦。来，好，右手边下方。来中间哦。好，中间。我一样多摆几个 pose 哦。对，来陈林转一下左手边，陈林左边，来转一下左边，赶紧介绍，好，右边上方，右边，这里。好，谢谢。来看一下左边，左边，准备访问喽。来下面哦。来，来，来，